因为这个电机做过动平衡，所以拿在手里，它转的时候并不是很晃。进行加油门操作，注意马达这时候是在晃，我手感觉到它在抖。这里就有一个前提条件，我们看这个电流值，这个电流值它在20安的以下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都会在抖的，对应的我的手里的这个应该也就在20%左右吧，也就是说你加到20%的时候是会晃的，啊30%吧，如果你再狠狠的往下按30%就才能转起来，这也是 FOC 的一个特点吧，它的在无感 FOC 下必须有一定的比较高的转速才能转的比较好吧，但一旦转起来以后就好说了。这时候我在低油门的情况下也能转，注意这个马达的电流是比较大的，空载的时候就能达到那就是7-8安的油门。好了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啊。